走飘荡，我把它吞了下去，觉得肺部灼痛，充满了一种永远的犯罪的欲望。玛丽亚的外卖，外卖外卖，有人在家吗？哎，你认识这个人吗？喂，我跟你说话呢。不会买不鸡哎，你有点笨啊，你该。我试着跟他解释，他还是原谅了我。要不要跟我去看看？走吧。这门可能是关着的，玛丽亚怎么能开得了呢？肯定是有人专门打开的。我告诉他，我愿意帮他一起找，他很高兴。他对我这么放心，让我更加不安了。我觉得这儿逃不出去呀，很奇怪。在太阳落山之前，我一定要告诉他。但是我……喂，老公，找到监控了吗？晚了，一切都晚了。说里面有个男人，可能狗就是他放走的。哎，老公，哎，我们先下来了，上面太冷，你真慢。看，这我从那监控现场来的，哎，看不清啊。这里等会，这戴帽子的人是你吧？啊，那狗是不是你放的呀？这我证据都在手上了，你还装？你再装，我揍你！你信不信啊？我跟你说，他今天和我找了一天的狗，可累了。我觉得他是好人，我不相信。我不相信。你看他那样，他还装呢。写在这上面，然后我们看一下好不好？我。